菊姬，你好吗？你还有存我送给你的黄衬衫吗？你是否还习惯在清晨早起？是否还是习惯自己洗衣？菊姬，你好吗？听说你最近常常发脾气，是生活中面对太多不如意，还是你自己在生自己的气？这样的时刻，偶尔我也会想起你，拿起电话想要问一问你，最近你好吗？一时又拿不定主意。最近突然有点想你，爱上你以前的兴趣，偶尔也会注意真挚的消息。最近你好吗？我还是生活的平平淡淡，也懂得如何料理自己，清醒来总想知道今天会是怎样的天气。这样的时刻，偶尔我也会想起你，拿起电话想要问一问你，最近你好吗？其实也没有什么目的，只是期待着某一种惊喜。你会不会明白？你会不会明白？这样的日子，偶尔我也会想起你，拿起电话想要问一问你，拿不定主意。最近你好吗？最近你好吗？最近你好吗？